四位朋友们都准备好他们的爱台湾小物了。对，我们这边也有准备一个伴手礼给他们。哇，你是我们是 eStudio 嘛？对，所以是第一届爱台湾的冠军。哦，那究竟谁可以从玛丽手中获得这样的殊荣呢？我们来看看你们各自带来的是什么呢？这是我刚刚说的新闻吗？对，这个是在土耳其很多新闻台分享的我写的文章，你们看这边写我的名字，我的土耳其的名字 Tolga Erdoğan。 这个意思是我不是在台，就是在台湾拍影片支持台湾，我在土耳其也花时间。为什么吗？很多粉丝给我简讯图家，我知道你喜欢台湾，可是你在土耳其做什么？他们怎么知道台湾现在需要支持？所以我上个2月24号很多新闻台分享的文章在这里，他们这边说这么多经验的这么厉害的国家，我们为什么没有怎么说台湾交流，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没有参加 WHO。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是这个是台湾人的权利嘛。是，对对对，就是你为台湾就争取进入 WHO 的这个权益。对对对对，这个是我大概三个礼拜我带的包包，因为是你们看台湾 for WHO， 因为是我想要很多人看这个包包之后他们分享这个嘛。 Twitter 你们知道是在台湾没有很红，可是世界上 Twitter 很红嘛。如果你们分享这个的话很多人看，还有你们看这里，我是外国人，我有台湾魂，就是爱台湾。对，因为是大家需要支持台湾，这个是台湾的权利。这里也有我的图，你们看那边，一边有土耳其，土耳其可爱，对，所以老台湾，哇，所以现在真的会背着他爬爬照这样子，你都背着他去哪里？西门町，每个地方。我最近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图家。我最近骑摩托车也带这个，很多很多朋友们来跟我拍照，他们说图家谢谢支持我们。因为是我每次说我们需要支持台湾，因为是台湾更好的话我们更开心。 Yeah, yeah, 谢谢。来 Soya 不是说好带小物吗？土耳其的心机很重，他是大物，他的小就是这样子。所以看起来不太快乐。有个对比耶，你看，不要看这串东西没有怎么样，这是我家钥匙，然后上面呢，这个是探险活宝的老皮。那为什么会选它？因为我喜欢看台湾配音的哦。老皮，对，老皮就有点香港腔的老皮，我喜欢。然后就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它是一个悠悠卡。哦，这个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就是在台湾悠悠卡真的很方便，除了可以搭公车、捷运、台铁。那个在便利商店你可以用这个来买东西，对，你还可以存发票在里面，什么意思？太厉害了吧！太方便了。我觉得悠卡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发明，还有 U Bike， 是，所以我就每天挂在身上这样子。对，这是很实用，而且就在我们生活当中，距离我们非常接近。来，三元，好，我的话跟总统一起合作的是火车。哇，你们每个都这么厉害，总统，台日美是观光特派员。对对对，加胖，这个是总统认可的。然后，哇，他这样轻轻松讲，这是总统认可的哦，这样。因为我也完全同意涂家的意见，因为我们是虽然发展在台湾发展的 YouTuber， 但是那我们对台湾可以有什么报恩吗？我也遇到这个疑问。然后两年前开始，针对日本人的。用日本的频道介绍台湾的频道，然后现在的话很多日本的观光客看我们的日本频道，然后来台湾这样子，所以我这个跟总统一起合作的影片也有两个频道发给台湾人跟日本人，然后大家也在留言了，有交流这样子。所以其实不只是外交部要找涂家，我们的观光局跟观光部要找三元。哎阿Ben，哎糟了，输定了。不会，没关系，要有自信。说真的，如果你说要用物品来代表你爱台湾，我觉得好难，因为我觉得爱台湾这个东西必须要把台湾的文化或者是你爱台湾融入到你的生活。所以我在香港我都会吃台湾的米，我在香港我不会看香港的电视，我是看台湾的电视。对，我是希望可以跟台湾多接触。好，如果你一定要用物品的话，我就带了几样东西了。你铺陈成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好奇那一袋里面是什么。首先
首先它不止一样。要做一个真正的台客，必须要有台客的文化物品。先来的是蓝白拖一双，对不 对？真正的台客必须要有的。这个真的很。再来，饮食文化当中，你们刚刚也猜对了。台湾啤酒是必须要喝，而且要喝经典的，对，才够味道。然后你竟然从家里扛这个过来，对啊，米都可以扛了，这个算什么，对不对？金门高粱也是必须要喝，而且我是专门喝那个春节贩售啊，它是特别版本的，中秋贩售啊，端午贩售，对啊，然后我都会带回乡送给朋友。你很懂买，还买特别节日的。对，你跟三元换一下 LINE， 你们相约喝一下，对，可以可以，对，我愿意跟你分享。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还有啊，有，女生一般都说男生是臭男人，但我就不想。对，所以我自从认识台湾，知道有这个东西以后，我就没有再被人叫我臭男人。什么啊？熊宝贝。哎呦！哎，我没有。以后我吃完火锅、烤肉，我出来喷一喷，我就香香了。真的。然后我本来还想要带一样东西，可是我镜头以前我都找不到，所以我没办法。什么东西？你讲一下。就是一个台湾的女朋友。我人生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当台湾女士。你出局，你要不要给她机会？她要交台湾女朋友哎。其实玛丽是我的菜。你们自己等一下。真的假的？没有，我听错，你说你要交一个台湾女朋友。对，我以为是有一个台湾女朋友在家嘞，她已经交到了。没有，我在找。哦，你现在在征友是不是？你们自己来换 LINE 哈。找不到。哦，你单身吗？我单身啊。OK， 嗯。OK。自己说 OK， 你要当不管是那个妹夫或弟媳妇，我都还蛮乐观其成的，是不是？哇，所以今天看到四位来分享真心的爱台湾，爱到我们都可能我要回家自我反省一下了。我是真的觉得我表相较之下，我真的太不爱台湾了。可是你知道，就是他们的热衷，其实不管是台湾的外交部、这捷运局、观光部、台湾的不管是新闻局也好，然后就是文化部都好，还有。烟酒公卖局，其实都可以找这四位，因为他们对于台湾的认知跟这个爱是如此的真切，也让我觉得在今天不只是在赈灾，我们会去给其他国家这个捐款第一名，我们也感受到四位对台湾满满的爱。对，谢谢今天四位来到现场。对，所以你怎么办？是很难选呢。因为一个这么努力在国际上，然后一个是深耕我们台湾，这么融入我们的生活，一个是他直接呛他跟总统，就是你知道总统授予他这个，啊，一个跟你告白，不是他拿出去真的是很愧靠的东西，真的，没关系，我输没关系，我能够得到一个台湾女朋友就好了，未来比较重要就对了。对，这好难选哦，还好是你要搬，不是我要搬，这个难题是在你身上。爱台湾冠军。好了，我觉得还是颁给就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的涂家，因为他是第一次，他从教育方面到国际方面到各式各样的方面到拔蜡沾盐方面，他非常的认真，在这边非常谢谢你，来你帮他戴上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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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是我们的爱台湾冠军，哇耶！好，这是玛丽认证哦。这个是认证的，我们每一季都要比一次。对，还好人家三元有总统认证。三元他已经有破百万的认证了。是，没有没有。所以非常感谢涂家，谢谢 Soya， 谢谢三元，还有阿Ben，谢谢。